这什么植物啊？这什么？什么？蛀牙，有豆芽发芽啦！这什么？花生。哪里有花生？花生壳。花生壳就代表这里种的是花生吗？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这是花生吗？这里种的植物是花生吗？花生是种在土里的呀。怎么也这里面也有花生？那说明这就是花生呀，种的是花生啊，会吗？是发芽了的，这是那个呀，花生的那个芽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种的是花生？对，就跟旁边一样，这边种的是花生。种出来的花生啊，这可以炒着吃和煮着吃，还有很多营养物质。这边很大多数花生都是葫芦形状的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它是种在土地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它是种在土地里。对，挖出来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是已经洗干净了，但是还不是熟的。那花生会可以怎么吃呢？我还知道花生可以炒着吃和煮着吃。嗯。那花生炒着吃煮着吃还能生吃，生吃也可以的，对吧？好吃吗？你吃过花生吗？吃过。你喜欢花生吗？这个已经洗过了。哦，那花生的英文叫什么？ Peanut。 Peanut。 对，